老师再来看吼，这个天文，天文伊问讲，有关这红梨吼，不是，是红萝卜了要种土豆，首先吼，春来唔好一个红菜头呢，爱吼安怎来处理？是要用什么款的药啊？啊来做吼，预防地下糖的问题。一般这个处理是无安怎特别去甲处理啦吼，因为这种物件伫田底咧烂，无啥要紧吼，所以通常咱就是直接怎甲伊胖胖的吼，反正呢啊，这个用咧胖胖的啊，互伊啊，比如讲先翻一遍吼，啊翻一遍了呢啊，先小互伊拍一下，因为你无你若准讲红菜头了过来土豆，你无过水产，啊无过水产来讲吼。啊，若有时间，你就互伊小晒一下日，所以先粗晒一遍吼，甲伊啊晒起后去晒，啊，这人人呢拢盖伫这土下底，伊真紧有甲晒过，伊真紧就会烂嘛吼，所以呢，这就较无啥物款的一个啊，这个要紧啦吼，这多数是这款的这情形的咧。那么伊过来就是讲，伫啊，咱那是顾做好吼，比如讲。啊，伊即个土豆吼，土豆，比如讲你过来要种即个土豆，那么你就当用一束啦，啊，比如伫糖油啊吼，下土卡吼，比如讲像丁基加保护啦吼，丁基加保护即类嘢一个，啊，即一寡即个叶子，啊是讲即个白丹叶啊，因为啊红菜头吼，可能就是即、這个。到尾期，即只只剩一寡即个叶蛾类啦，吼，咱讲暗叶啊，吼，啊，伊种呢，伊会去伫内底呢，释放卵啦，即个，啊是讲迄个幼虫吼，一寡迄个蛹吼，伫即内底，啊，咱若准讲会当先事先小甲伊处理哩个吼，这样呢应该是较好啦，吼，所以啊，即个你放起来时阵呢，当去甲。啊，用一束啦，这种这个吼、哦，算下一寡只的糖油啊。吼，啊，咱一般啊，糖油啊咧用，拄只讲到就是讲针对吼，因为啊，伫顶一座村落来是这个叶蛾类暗叶啊，吼，这种软糖之类的这为主啊，所以咱咧下当下一寡啊，这个糖油啊，伫这内底啊，有的人会去啊，比如讲咱用的时阵啊，吼，来讲。那伫即个药啊咧用呢，伊可能会去用，比如讲像丁基加保护之类的一个叶剂吼，用这种叶剂啊，甲压一压吼。那么这应该是较普遍吼，较普遍咧用的应该是啊，之类的一个物件吼。那么目前啦吼，目前其实伫即个土豆内底吼，土豆内底呢，那么杜家伯啊，虽然讲用。这种的一个油啊，吼，那但是呢，事实上吼，实际上啊，伊无虾米款的一个土豆无几种油啊，通互你用吼，丁基加保护吼，分泌松吼，之类的。那么你种的时阵吼，你会当伫迄个时阵就来用吼，这丁基加保护吼，也是讲这个分泌松乌沙麦吼。啊，这第一方面是蒜糖，一方面是这个托卡糖的这个部分。那么有的人会去加啊，会用两种药啊吼去加敲，我是感觉唔免啦吼，就是讲有的人会去加敲一个一挂这种托糖之类的一个药啊，但啊，除非就是讲顶是水足济啦吼，就讲哇看起啊介济吼，介恐怖安尼吼，啊因会去加敲分化力啦吼，分化力吼，敲分化力啊两行做伙来用。啊，我是感觉无一定爱安尼用啦吼，一般通常啊，即、這个蒜糖油啊内底吼，咱用的等于加保护的这粒剂，还是分泌松吼，这乌沙面吼啊，尤其即、這个有的人较功夫吼，有的人即马先下一遍即、這个啊，咧种的时阵吼，咧种的时阵你就去甲下吼啊，去甲下一遍即个等于加保护的粒剂，啊，然后差不多佫过两礼拜又得出吼。给无不进前去卡打遐，伊会搁去啊敲药啊，啊搁家己搁家下一遍，即个劣质，有个人会下两遍吼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敢有一定得安尼，无一定啦吼。但是呐，糖较恶的时阵呢，啊，你加下一遍呢，这效果计足好诶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啊，这通常是安尼吼。所以这小问者吼、哦，这应该是文化里这种的这卖晒啊，通用上这应该是。啊，这个加保护之类的这个啊，这个糖油啊，吼、哦，这通常咱咧淘这个地下糖，大概啊，这类的油啊，这个使用吼、哦、比较普遍啊、哦，嗯哼。